看一下这一题，好，这里我用 F 去拉一个物体，物体的重量是 W， 我下拉 L， 它上升 H， 那我们看一下是省力还是费力哈。如果说这是轮轴的话，你施力在轮上是比较省力的哈，因为 W 乘以 R， 力乘以 dB 会等于这里的力乘以 dB Fr， 对不对？所以这里力臂越长，力量就越小，所以它是比较省力的。那因为它省力，所以费时，所以它下拉的这个 L 的长度会大于这个 H 的长度 ，B 也可以看得出来。那 C 选项，你顺时针的力矩是多少，或者是你施力产生的力矩是多少？力乘上力臂 F 乘上 R， 所以 C 珠的答案都是 F 乘上 R， 这样这题我们就可以轻松得分。